真没有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失去重心。调配，嘿嘿，对，所以我们暂停啊，先暂停啊，先暂停哦。那以后会不会还再继续做？再看一下，还要再看一下。对对对。所以现在应该是说短期的产品线去做调整因应。对啦，因为有一些场地的关系跟人力的关系，也停止啦。哎呀，我们会再评估看看。然后没有蛋糕了。你知道没有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啊？对啊。好因为没有公布，刚刚才知道。是，那会不会很傻眼？很傻眼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下午茶也会来买蛋糕，就没有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失去重心。台湾的眼睛，民视。